嗦嗦嗦，发发发，嗦发咪，看了没有？发咪瑞嗦哆哆西咪嘛，全部用和弦的三度。你看，再看主旋律啊，主旋律的啦啦啦啦啦，嗦嗦嗦嗦嗦，发发发，嗦发咪，加个 seven。为什么加 seven？ 因为要又要进到发和弦来了，所以进发和弦，你要进到发和弦的时候，一定要加个 seven。你不加 seven， 你有些人为了自己有学问，对不对？他没事加个 seven， 没有道理的乱加，画蛇添足，没有意义的。你就是，你要都要进到发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加个 seven， 你不要乱加，懂不懂？嗯，为什么都进到发加 seven？ 都进到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都和弦可以进到任何和弦都不会扣分。嗯，注意啊，这都是乐理啊，都和弦进到任何和弦都是合理的，不会扣分。嗯，但是呢？都和弦进到发是合理的嘛，天经地义的。可是呢，你再加个都 seven 的话，开玩笑，我就告诉你说，你这个都和弦不能乱跑。哦，你就不能乱跑，进到发了，对，它有强烈的带你进去。嗯，那